出战胜了死亡。没想到这个诗歌也成为我很大的帮助。当他过世的时候，我就写了这首诗歌，希望能这个诗歌再度的帮助我，也能够帮助弟兄姐妹，能够看到我们，帮助我们看到一些我们甚至看不到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，也战过了黑暗，我们的将来神在帮助。谢谢David来小诗班，那给我们诗歌的敬拜，我们真的是感谢神，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。